没有见过，不过挺过瘾的嘛。稳着点儿。身左线花，低腰铁扫把，这两招还真有用。你现在山神庙里打的是死把，现在有机会打活把，别错过了。多谢师傅关照，稳着点。哎。这个让过我吧。好，惨死，为了揭穿大麻湾镇上的圈套，为了查出江洋大盗杀二郎的主谋，你非露面不可，绝不能让一个罪魁祸首逍遥法外。